走过比生活更长的路，从离开襁褓到回家的路，我见过时间开的花铺满这条路，只等一个方向迈出下一步。我将踏上和过去相反的路，和过去一样是一头出发的路。我知道未来有变化曲折的弧度，以为的旅途其实仍在归途。就让风吹动我去，用力拥抱你，贴近你，想二十年着你说，就让梦唤醒我去，试着寻找你，找自己，让未来更有勇气。嗯，东哥，辞点。哎，要陪我喝点。东哥，嗯，我要是再年轻10岁就好。说啥子？你现在也不老啊。不一样，我要是20多岁，我会义无反顾地跑到北京。现在不甘露，真的不甘露。是吗？你好大的家业嘛！一个礼拜你要上2天课。烤3天烧烤，还要去山里边耍，朋友些又多。你看看，成都哪点能离得开你嘛？哎，你这也叫身不由己。身不由己。当初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你投资一笔钱，让我资金周转起来。要不然呢，这个烧烤店早都关门大吉了。真的？还要说多少回啊？但是我保证，绝对让你这个最大的股东挣到钱。不管你啥子时候回来，都红红火火的。真的？要得。小姐，嗯，别等到你40多岁的时候，你在想，我30多岁的时候，有件事情，为啥没去做呢？为啥没去追呢？怎么说，救援队到了吗？当地的救援队还有消防队都已经在救援了。按理说你这个小程序它就是个平台，没有事故责任的呀。是，但他们不是在我这儿集结起来的吗？我去了才安心。哎呀，那你这……哎呀，没事儿，你别这么紧张。那路线我特别熟，我们探了好多次了，怎么比我还紧张？行，你善良勇敢大好人呗。比起挣钱，觉得能帮到别人心里更巴适。哎，对头。老周，什么情况？现在是这样啊，嗯，
根据 GPS 最后消失的地方，大概锁定这个位置。对，又是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受矿脉影响，经常是 GPS 和指南针失灵。向导已经跟着第一批救援队进去了，其他的向导还在路上。没事没事，你这样，你带我换个衣服，我跟他们一块进去。走走，行。不是，你行不行？我没事，在这等我。我跟你一块去。你去什么去？你没有救援经验啊，在这等我，听话。不是，快点快点。哎。这样一会儿是能看见他们的，是吧？没问题。好你是谢老师同事啊？不是，我是他同学。哎，坐。啊，好，没事。搜救还得一会儿呢，别着急，坐呀。哎，好好。不用担心，谢阳很有经验的，以前大学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实践过几次救援行动，不会有事。有人吗？您是他大学同学是吧？嗯。记得他刚开始做这个 app 的时候啊，好多人急迫都想跟他一块干。看着吊儿郎当的，还真是有点正事儿。他吊儿郎当，你是没跟他一块工作过。嗯，那时候呢，只要是想跟他一块干的，他都愿意带着。但是现在也没剩几个人了，他太严格，把人都吓跑了。他严格呀？啥意思？二队，二队，收到，请回答，收到，请回答。山里信号弱，这是常见的，别着急。那现在没画面了是什么意思？现在？文山，哎，没信号了，那这怎么找啊？我们得找的更仔细了，范围也得扩大了。好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什么卫星电话什么的，能联系上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能听见吗？有人吗？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让开，走走走，哎，有没有人？有人吗？这边。还有什么办法？一般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？信号丢失，说明搜救队已经接近了失踪点。我们是救援队，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失踪人员。时间太久，可能会有其他的危险。三个小时，再抓紧时间，再找不到人真出事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
哎呦，回来了。睡着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早餐没得？没有。担心我了？没有。没事儿，救援就是这样，绝望后面总跟着希望。没事儿。回去吗？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收尾工作。你跟我去后面那休息室睡一会儿，走走走。不用，我就在这。哎，走走走，哎呀，我就在这趴会儿就行，你快去忙，我在这等你。那行。哎，你等我一会儿啊，一会儿带你吃饭去。要得。辛苦了，薛老师。辛苦你了，我走了啊。别过来了，我带橄榄去趟医院。带小孩的在这儿排队，这儿人少。谢谢你啊。最近是不是吃的特别好啊？喝下奶汤了吗？啊，对，顿顿下奶汤，不是猪蹄就是鱼。你这就是过度进补导致的乳腺管堵塞，下奶汤喝太多了。我不喝的话，没有奶水，我怕饿着他。你是不是特别焦虑啊？而且睡眠也不充足。所以你这个啊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导致的奶水质量不高，奶水质量不高，你的宝宝就又哭又闹，这是个恶性循环。我们那都是为了孩子，你看你一个人带孩子这方面开销很大，再说了，你带孩子又没有经验，你想一个人把他养大可不容易。哎呦，丹丹，还是找个月嫂吧，妈出钱。也不放心别人帮你带孩子，那我们怎么能放心你能做好工作呢？哎呀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继续。这样吧，你呢，把孩子交给我们，你就放心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。丹丹才30出头啊。以后嘛，还要组建家庭，那孩子就是一拖油瓶啊，跟过去孩子会受气的。宝宝，妈妈对不起你啊，想把你照顾好，结果搞得更糟糕。哎呦，你要做啥子嘛？我们喊你没听到啊？我在医院门口就喊你，你就不答应。吓死我了！我晃神儿了，可能。哎呀，在这儿晃啥子神儿嘛？哎，乖乖乖，赶紧上车噻！放心吧，乖乖。妈，你敷面膜呢？啊，没，不是面膜。你这不舒服吗？没有啊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回去。回家说，包饺子了。嗯，咋把孩子疼着？所以现在不止接广告，还当演员了。是啊，经纪人给接的。哦，您听听啊，都有经纪人了，我马上就到一线了。经纪人，签了合同没得？啊？合同？没得，我那个就是一个朋友给介绍的噻。不过我看娃儿这么小，要不我把群演辞了，等娃儿大一点我再接。哎呦。娃大了，你都老了，不要因为娃儿牺牲你。
好不容易有自己想做的事儿，想做就去做，就当玩了嘛。但你得注意身体啊，不年轻了，别那么拼命。我们还要跟玩一起享福呢。晓得晓得。哎，我认为你说的对啊，我们大家都不要难为自己喽。好嘛，那你嘞？我也不想开网约车喽。我觉得老汉儿你可以坚持一下，开网约车可以少抽点烟。我觉得也是。哎呦，你们两个女人呐，心真是够狠的。哎，老汉儿，赶紧把我那个表演给丹丹看一下。哦哦，嘿，好嘛好嘛好嘛，看一下啊。那边。嘿，呀，现在好厉害哦，有三句台词呢，还有名字。哎呀，低调低调。妈有点紧张吧？啊，你的脸有点紧张，真的吗？你这个乍一看还是看不出来。我再努力，我争取下一次六句台词。再放一遍，再放一遍。哦，好烦哟。今天周末还忙吗？谢谢谢谢。我今天没空，王大爷他们说找我有急事儿。今天给你挑了很多青年才俊，今天是好好的选一个，快坐快坐坐坐坐。找我来有这事啊？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快，坐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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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这事儿啊，很重要。那对头，要好好选，好好选，很重要很重要。看我们手里那些小伙子啊，哪个最早的喜欢？这是什么新玩法呀？这还是新条吗？服务员，我想，你等一下啊，你快走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啊。那我先走了。人生大事你一定要静下心。小刘，我们这儿把要开始了，你不要说话了。看哪个出来了？看我的，看我手上的。小张，研究生，铁饭碗，铁饭碗。不是，参与一下，参与一下。你就别参与了吧。打牌嘛，我参与过嘛。哦，小刘手里面也有货嗦。啊，出噻，来搞货，搞公平竞争。小赵，硕士生，大学老师。哦，大学老师，老师。211，康复医学专业 ，PT 师。PT 师，你的东西。那个康复理疗师。哎，对头。上市安检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小吴啊。1.83米，1.83米晾衣杆说，要不得1.83米，1.86米。哎呀，哦，小刘手上的牌有点嗨哟。哎呦，月薪过万，月薪过万。哎，我也月薪过万。对了，你和我一样的，不行，要不得，拿回去，拿回去，拿回去。我还没说完。说噻。快说嘛，快点。哈尔东结婚过后啊，工资上交。哎，光会挣钱有啥用嘛？还要把它交出来才行。我还没说完，我有爱心、上进心、孝心。我也有嘛，我喜欢帮助别个，然后参与点公益事业，算不算嘛？哎呀，小王，1.83米还是可以。你那个男娃儿除了1.83米还有啥子呢？他长相像飞翔，颜值有点高。哎呦，你那个有点像是 PS 的哇！走啥没得牌照是吧？啊，哎，我咋两套房，青羊区的。哎，说噻，我只有一套。但是我在青城山还有一个小果园。哎，果园不算，果园不算。青城山空气好啊，空气好又不当饭吃。小孩有一套房，空气好不身体健康啊。还是同房。我那个远房亲戚的外太太还一套别墅都没给你。哎，我一直都不好意思说了。说嘛，我侄儿三大三个门面，我都不好拿出来的。哎，还有套房子，一万块钱一个月，这还有啊？没得招人。数学老师，下个月我回来。我这儿，我这儿。妈的，我喜欢他。少年穿的好一点。我去坐一会儿，起不到。我说我喜欢他呀。1.86米都是你说，冠军出现了嗦。千贵万贵不如真心可贵。1.86米的冠军。对对对，冠军冠军。冠军。
冠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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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冠
但是我觉得不只是这样了吧，你觉得呢？我回成都以后啊，我其实工作压力没比北京小多少，但是实话实说，我跟你在一起待着的时候确实挺放松挺高兴的。真的？你真这么想？对，但是我觉得是暂时的，因为我很快就回北京了，而你这一生恨不得都待在成都，那我也问问你，你有可能离开成都吗？对了，所以说我们只是暂时的待在一起，最终还是要各奔东西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哦，所以你是想明白了才一直躲着我，对吧？我也没躲着你。那你是觉得跟我在一起浪费时间？哎，我没有这么想。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嗯。什么以后啊，管他呢，反正咱们俩现在在一起开心就可以了呗。你要是让我因为以后的事情我不去联系你，我真的做不到。现在咱们在一起很开心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快回去。我根本就不想做你什么老同学老朋友，我是想做你人成都站的地陪。什么东西？你想做什么？成都站的地陪，反正在你走之前我每天陪你吃陪你玩陪你聊天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嗯，要地陪的话也没什么不行。而且你看啊，假如说你找到更合适的地陪了，那我就不打了。不是，我怎么那么需要地陪呀？那你就先用着我呗，多好，随叫随到的，对吧？你别拉我了，我这回走走了，拜拜。明天几点接你啊？你死远点。不是我死了就没地陪了。今天去本山内测，你来吗？去哪儿啊？我出去一趟，不就是去找你那个男朋友吗？你能不能考完试再去玩啊？两人还合起伙来骗我，你不怕他以后也骗你啊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轻易给人下定义啊？不想让别人草率的下定义，你就首先做好你自己。行，我懒得跟你两个掰扯。我现在跟他分手，行了吧？我是这意思吗？喂，我们分手吧，我妈不想让我们耍朋友。好，分吧，没别的事儿，我挂了。满意了？我是这意思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呀？来来来，手机想看视频聊天记录都给你。我不看。那现在我可以走了吧，丁老师？我都26岁了，马上30岁了，你每天把我关到屋头合适吗？你晓不晓得我每天都在迁就你？如果不是我照顾你，我孝顺你，你永远都管不住我。你走吧。走吧。
不是不想被我拴在家里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哎呀，这老黄历了嘛，又让你给翻出来了。你呀，还有拉钩吗？有女儿呗。哎呦，跟你一样，要自由。嫌我管他，嫌我烦。哎呀，我们两个咋个会嫌你烦嘛？有事情说开了不就好了？这个包咋放在这里？西西呢？我哪知道？喂，啥子？怎么了？这个。哎呀，假的。哦，西西在做啥子嘛？哎，可乐。哎。哎，可乐，哎，我知道他去哪儿了。哎呦，不是分手了吗？怎么还来找我啊？明知故问啊你！啊，我觉得我被气晕了。你就不怕我一哭二闹三上吊冲到你家门口？东家师，求求你千万别跟我分手，求求你！你最好这样。人呢？人到了没啊？是不是该内测了？紧张了。嗯，还行吧。对自己有信心。嗯。啊。嗯。君临山庄呢，位于极北的雪山之巅，乃君无双所创。你是 NPC 吗？你是夏夏，你现在是活着还是死的？是不是要找谁报仇啊？对，没事，你们先看着啊。先看完这一幕，我等下过来跟你们对话。还挺厉害的，有模有样。我接着说啊，这个可于二十多年前一夜之间惨遭灭门。丁老师啊，小颖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你您坐。没事，没事，你坐。嗯。好。西西在你店里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们都分手了。你店里的东西，谢谢阿姨啊！正好我是想让她拿回来给我嘛。这是不是她写的？是我写的。我来这儿并不是要拖他回去摁着他复习的。丁老师，我们真的分手了，这跟我没关系。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演戏也上瘾了是不是？你开这个店多久了？这店开了一年多了。为什么要做剧本杀呢？因为我就想干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儿，正好家里也支持。也怪我，哎呀，没有给西西提供一个优越的环境，不能天高任鸟飞。其实想要飞，不在乎是哪片天空的。既然话说到这儿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并不是要来拆散你们的，在感情的事情上，我一直很尊重西西的选择。我今天来这儿是想跟你们说清楚，我不希望西西继续在你这儿上班了。
作为他的母亲，我希望他的人生有一个保底的选择。所以在考完 CPA 之前，我希望你不要再去打扰他。丁老师，我可以给他安稳，这不好吗？你们俩确实都很像，我相信你们也很聊得来。西西考 CPA 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愿望。小英，就算你帮帮我，行吗？丁老师，我真的希望你能体验一下西西写的剧本。哎，老板娘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们要开始内测你的本了。哎，老板娘，过来一下。你一直都在写剧本杀，从来就没有复习过 CPA， 对不对？你咋知道这就是我写的吗？你小时候一直都用这个笔名啊 ，X。我从小写的东西你就偷看？你真的没有小时候那么可爱了。小时候你还知道坚持梦想，现在呢？你看看你自己，堕落成什么样子了？我怎么堕落了？我不是一直在坚持我的梦想吗？梦想？你看看你们店里都些啥子烂东西，设置老套，文笔极差，一堆的错别字，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。还有你看你写的这个，我翻了一页我都看不下去了。这就是你坚持的，你路都走歪了。你不要在这儿瞎指挥行不行啊？你这叫自以为是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井底之蛙。什么叫井底之蛙？你说话太难听了。你现在就跟我回家。我凭什么跟你回家？你让我走就让我走，你让我回家就回家，我就不回家。我凭什么回家呀？我就爱去哪儿去哪儿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去哪儿？你给我站住！你还想管我？我告诉你，只要在这儿待一辈子，别在这儿，你就废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在这儿待一辈子，人生就这样毁了。我人生就这样怎么了？你不能。能这样，你要珍惜时间。我没有跟你喊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这样喊，你这样人生就废了。你我人生怎么废了呀？你别又这样了。吊绳，吊绳，吊绳，妈，吊绳，妈，沈腾，沈腾，幺二零，妈，幺二零，妈，你醒醒吧，你别吓我，妈，妈。好了好了，妈，亲，手劲儿太大了，哎，疼死我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好晕啊！你装呢？怎么回事？这在剧本杀？你刚晕倒了？你有意思吗？啊？你吓唬别人，你有意思吗？你刚刚说我不可爱了，你觉得你自己这样特别可爱是不是？谢谢。我真的我不想再理你了，再也别这样了，我真的是服了你了，我。西西，快快快，看吧，人都来了，你跟人解释去怎么回事吧。对不起。哎，丁老师，小张，小张。丁老师，先躺吧，有完没完？旁边先躺平。赢了你别管他，你让他闹，所有人都陪着你玩，所有人都陪着你闹。董佳欣，病人血压60，心率不齐，快来，马上让一下，担架上担架，轻点轻点，轻点。谢谢。快送到救护车上。谢谢。情况不太好，癌症有可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脏器，并有向脑部转移的可能。那我们现在是继续做手术还是化疗啊？不懂，没问题的。我可以直接这么跟你们说吧，这个部位和大小目前来看做不了手术，会有生命危险，
而且对他现在的病情也不会有多大的帮助。医生，咱们会不会是搞错了呀？因为我妈妈她刚刚做完手术，真的她恢复的都特别特别好，然后她前两天还跟朋友出去玩，都没事的。咱们就再检查一遍吧，全部再做一遍。我看有很多那种就是查错了的。做多少次的检查都是一样的结果，我们只能做一些暂缓病程的干预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。接下来你们多陪陪病人，看他有什么心愿，尽量满足他啊。谢谢啊。真的太没用，就该我得病，我去死！他的病那么重了，我还要说他是装的，我真的太没用。他生病全都是我气的，我如果当时听他的话，我去搞 CPA， 我不去北京。他是不是就不会生病了？田老师不会怪你的。手术不是挺成功的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到底为什么？他都知道，他都明白，好吗？我说我要孝敬他，他都没有时间了，没有时间。我说你们为什么？靶向药的费用，商业保险大部分都能涵盖，别担心。这两天我再把检查结果找个专家去看看。别垮啊！你不能垮，知道吗？医生说，有一种药治疗癌症特别管用，100万一针。我知道，但是那个药对肺癌的治疗效果不是很好，而且患者也得重新检查身体，能浪费点时间。明白你的意思，我再去问问，行不行？别这样，坚强点。你看我们一来你就这样，是不是？不来也没事，是不是？别害怕，我们都在呢。我想再试试。明白，试试试试，咱们去试试啊。嗯，是。嗯，你看，我能帮您干点啥吗？好了啊，没事啊，不要紧，能解决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哎呀，都在呢，能解决的。嗯，你经历完这个事儿，你一下就长大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哎呦，我的小姊妹啊！去。
那是我。